这个如果很好，你看，这个刚刚好。三十年代就是在了解怎样来降低我们的这个自杀率，包括社区的合作、专业人员的合作，每一个人的配搭，你都活下来，那这个社会就更一个多一份力量。自杀防治是人人有责任的事情，所以怎么样连接这个社区的资源、医疗系统、精神科，尤其这么好的专业讲师。精神科医师来配搭，那高雄市这个非常重要，所以透过生命线的促进，那包括卫生署这个自杀防治中心啊，筹备的时候我们都去配合，所以就叫连结了。我个人也是高雄市这个卫生局啊这个自杀防治的委员之一，所以就有责任让我们这个社区啊，让高雄市的自杀率降低。设了这个研究计划的进度哈、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实务型的计划，也可以是那个面对。通常困扰我们都是不绝不放弃了，会继续处理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又要花那么多时间，花那么多精力啊，或者是关怀，就是也是要考量这个部分，就会有挣扎，要不要继续，还是要放弃？所以我的困难在就是，时间都不够用，那怎么样把时间去做切割给其他的人？因为我是神学院出身，跟别人不太一样。神学院就是关怀人群嘛，照顾弱小，所以这个部分刚好跟我的理念很接近。那个老人家，你给他放床铺一个轻微的这个举动啊，他都受不了，甚至威胁就要自杀，很容易情绪化了。所以人家的老人家就不大好。这个老人家自杀在台湾我们严重的这个是每10万人口13个人，那他已经超到24，现在到现在已经30几、40几了。在台湾地区，老人自杀很严重，老人家就是寂寞死掉最多，年轻人就是冲动死掉最多。这两部分都需要关怀。那这里大概每天有3-4千个老人在这里进出，有一些健康的老人，受他关怀的话，他就会继续健康下去。那有一些没有办法得到照顾的，就继续要利用电话的电访种种的来帮助他们。所以一份关怀要得到一份的照顾，一份照顾那生命就更加丰富。在这里接电话那个是什么样的个案都有。那我觉得很多的个案，他们活得很辛苦，还有他们遇到很多的困难。可是呢，在电话的这一头，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帮他解决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常常做的一件工作就是倾听，还有同理心。事实上，病人有很大的得到很大的安慰。即便说我们不能帮他解决问题，可是，那个过程里面他觉得他是被支持的。我觉得我在那个过程里面，这一点我是非常的觉得自己很感觉很快乐的，但是我有时候也是会很多的时候我是很挫折的。好，这个工作挫折难免所以我们的挫折承受率就很高了。因为第一就是你在做以后，对方不一定会听你的，那你要听他又因为比较这个负向的，那就是说讲到专业人员也需要关怀，这关怀的层面有意思是很多层面都要了，每个人都需要关怀了，还是去关怀别人了，因为没有关怀就不能活下来。